公车司机啊，后座迄个板子，你知影无？公车司机家这是迄个嘛？然后一下时候不要那吐痰啊，请向外吐，提高个人素质啊。安尼你别同意无？啊，有啊。其实我感觉我别同意呢。同意。咱吐痰去就快来对话搞起。马进户五欧呢？啊，五欧呢？嗯。吐痰请向外吐，提高个人素质哦。代表啥？代表公以前都吐在公车里面，所以大家觉得很脏乱。现在往外吐，我们至少公车。进步啊！哎，我们咱公车来看会到嘛？真很刚。尤其透过国民党立委，不知道哪里来的资料说，台湾地方染出这个比莱克多巴胺毒2000倍，那个用意不是跟这块白鸭同款吗？吐痰请向外吐，提高个人素质。吃毒请吃毒性弱一点的，提高国民健康。因为你们以前吃的太毒了，所以现在政府很好心，卖这毒的给恁家，卡在遐毒的，我们严格取缔。啊，现在这个比较不毒的哈，大家尽量加把劲。这是不是跟中国欧的？我认为是同款的道理呢。所以这个政府，我讲吼，昨天我昨我就讲过，我讲伊即马无甲你讲专业啊啦，伊即马开始敬礼道歉啊嘛，伊即马开始一口咬定，口径一致，这是单追并大赢诶，所以我们只是履行他的承诺，要不我台湾伫国际间已经拍垮，伊即马拢怪阿扁啊，伊即马果然啊，真的是用打总统选战的规格在打美牛的议题了。是，我感觉大家吼爱用卡巴红你在讲，讲用一个卡非常人的角度来思考马英九的心态。我非常人习惯。马英九大概即卖咧想话在讲吼，啊，这民调做台，我的民调太过阿歹，刚刚28%赞成咧。啊，恁出来的人，哦，恁到底想阿想？好人没好报。所以吼，咱来拜读伊阿马英九回事咧。你敢知伊即卖甲你公布即个有诶无诶吼？什么肉啦，什么回台湾家拢猪肉拢有问题。伊即卖咧做啥？所以我开放美国牛肉进口，我是去让你们趋吉避凶啦，这里较无代志嘛，啊台湾人家己本土的猪肉较有问题嘛，你甘愿让咱台湾的猪肉无销路嘛，伊就是要卖美国牛肉嘛，无照顾咱的猪农，伊就是要照顾美国的牛仔嘛，所以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嘛。我昨天去看陈水扁总统了，我嘛盖讲了美国牛肉的代志啦，这部你讲伊记较足清楚，他从来啊杜振声伊就袂记，啊这伊就记较足清楚，这个题外话，医疗问题。意外化了，但是这个部分他讲得很清楚，我什么时候承诺美国开放美国牛肉？他从来都没有承诺美国开放美国牛肉。马总统，哦，你讲的话你负责嘛？你就把资料拿出来嘛。哦，陈水扁跟美国人签的什么资料？总统府的公文书，你对着 K 出来啊。公妈阿比亚总统改公煞嘛。所以不要栽赃给前朝嘛。不然你到底民进党可以怎么敢承诺不啦？这当然是没有嘛。所以。当时在这个卫生署的一个公告，那个是先行公告嘛，不，因为按照 WTO 的相关的这个规定，全世界拢赶快嘛，你要开放一个，你要，我这马总统今天有公开日期讲足清楚哦，是啊，2007年8月几号哦，向 WTO 呈报，那个是一个公告了，那公告当然是要先行公告，当然是要征询大家的一个意见啊，所以当时的侯胜茂就非常清楚，卫生署反对啊，农委会也反对啊，所以瘦肉精就没有进口，最后就没有进口嘛，那我们当然也知道说当时在处理。的过程里面，美方的压力很大嘛，但民党挺得住啊，哎，是马英九家己挺不住，哎，承诺啊，侯胜茂那也叫别人做官，是啊，啊，所以侯胜茂东西去跟美国在讲的时候，他压力很大，他还是讲得很清楚，我们国会有意见啊，我们的这个安全卫生的相关的单位也有意见啊。陈委员，他都要博文公吼，让有人骗个出神入化，我是跟他要求民进党，您做个出神就好啊。卖个入化，这个伤天害理的代志，民进党做不了。请马英九来做讲师了，就尬一个。对啊，民进党可能要成立一个党务改革嘛，成立一个骗术研究中心。好，民进党不要骗人，至少要看得懂人家的骗术。盖连晃讲说啊，美国毒、美国猪、美国牛比较不毒，朋友才不信呢。这是媒体写的啊，什么时候变成台湾猪比较毒，美国牛比较不毒啊？杀台湾猪来救美国牛啊？今天总统府还说啊，怎么会自己放火？你就是这个政府。侯乙，这几天新闻出来，你想看猪价会变成什么样子？一定跌嘛，你政府在首先在打压嘛，那签切结束，你现在猪农是什么感觉？哪个行业上市要签切结束的？这是卖毒品吗？是。所以红衣，我觉得哈，这个政府，我觉得可能真的，大家想看，他不是一般的政府了，他在处理自己人的手段之狠，你只要看处理台湾猪就知道。那想请问一下，那为什么美牛这些进口商，美猪这些进口商不用写切结束啊？徐老师，你讲真好，来。
今天哦，联合安保特稿讲，你知那个叫做什么村？沙丁鹌鹑。沙丁鹌鹑讲这洞嘛？2000倍。2000倍，讲老鼠屎啊，到底在哪里？就一个猪笼嘛、嗯，请用力揪出。啊，讲这干么困难？无困难啊，那有困难？啊，这个抽出来个公布，啊，这个伙伴啊，对啊，啊，小娜那也真困难哈、啊。其实这件代志，马英九捕捉全国的这饲猪户哩，唔是讲干那讲来怪罪讲咱台湾这台湾猪公藏这种物件毒的，唔是干那安尼呢？你想讲一万块饲猪户来台北控制三个七八的时阵、嗯，如果因家己老藏所有钱，因、嗯、走来这控制，政府讲你袂当阁用所有钱，因、嗯、可袂当你开放我逐家拢甲用所有钱，唔够好。所以足侮辱人诶，但是讲为着一只老鼠屎，伊无法度去找出来是虾米人，伊叫你用安尼来磨。照你我的逻辑哦，我嘛够会当接受。讲马英九，你一开始就宣布讲台湾猪肉安尼才毒，咱食美国猪肉，你开始讲互大家听，你唔是讲颠倒病个，大家咧怀疑美国的时阵，你即摆才咧讲台湾猪肉。我觉得再更重要，你老人不是讲啊，迄个都给吹出来就好啊嘛，哎、就足简单嘞。我想要讲，甲大家讲足简单嘞，因为按照蔡正元是讲啊。讲是以米养的嘛，对、哦。啊，什么人委托？以米栽啊，以米栽，对啊。以米袂当公布迄个人的名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啊，政委使查无？政委使啊，对嘛？啊，这样查不到吗？同意。这样查不到吗？这来，啊，你就知影对一个猪笼嘛，你甲严一半嘛。这来对有问题呢。以米是讲吼，高志明出来讲，讲因的资料无好蔡正元哦。哎，有总统户啊，有总统户哦。啊，蔡正元资料未到未来。蔡正元今仔讲是某医学中心，啊，伊个唔敢讲是倒一间医学中心。但是验出来，甲里面奇怪，时间差不多，结构差不多。我合理的怀疑，是行政机关和蔡正元的。所以人里面有个报总统府呢。里面有甲总统府讲，里面甲总统府讲用意是讲，这个你爱处理、哦。啊，总统府唔去处理，结果叫。我合理的怀疑，你是杀了蔡正元，哎、啊，目的是啥？里面高志明总经理给了下几篇文章，伊讲其实农委会的资料验出台湾企业第五参售肉精是偌济比例，你知道？0.28%，等于讲99.72%的猪肉是安全没有问题的，对哦，台湾猪肉，0.28%呢？对，美国猪肉，张刘建国底下讲，陈忠改讲诶，讲养出瘦肉精的比例偌济，10%呢？唔知17%我未记得，那个比例，美国诶，外口入来是十几哦，对哦，美国是十几哦，咱台湾是0.28%呢，就是讲台湾有10,000个，那猪农真正有瘦肉精那一倍呢？对哦，啊，结果即马，美国那10,000个是有1,400个呢，结果即马透过媒体安尼报道，未输讲台湾猪肉比美国猪肉搁较毒，还即马。菜市也袂低吧，生意足歹的。你要怪相，其实我嘛要趁这个机会甲大家讲，你要买到台湾猪肉含瘦肉精的，还真的很难，因为0.28%那个比率其实非常非常低耶。所以请大家吃台湾猪。对，好、哦，我讲一个吼，年换个愈恐怖的啦。这个、一年进口的美国进口的猪相关的一个制品，海关的资料啦，一年内底拢2万几吨，肉一半，无到一半，大部分拢内脏。内脏个愈毒，愈毒愈毒。你吃唔知，所以内脏个愈毒。所以。你看这个像我做医生的吼、你不管是禽流感，你不管这种食品安全，这上的责任，上爱护上大的责任是政府嘛、因为这个引起恐慌啊，这物件都不安全，人叫的哎，这死人嘞、你疾病防治你没有把它做好，这个也会死人嘞、所以这死人的物件，你不管是三管五管没管好，你卫生署就来落台啊，更何况你说瘦肉精。在国内的使用状况那么泛滥，啊，有造成遐大这个问题，你输掉嘛，要落台一百台才会使，对不对？黄聪一下原来是讲，讲啊，这个意思就是对猪农秋后算账，对了啦。等一下，我们先开放给大家扣一。